餐就是十颗这个什么小笼包，还有一杯豆浆。OK， 所以我刚才午餐就吃了这一间小笼包，就十颗小笼包跟一杯豆浆。就大家可能会觉得说，健身的人不是通常食量很大吗？是很大，但是主要我是要留胃给晚餐啦，因为晚上我们去罗东夜市，然后对，那这间算是宜兰蛮有名的这个小笼包，奇怪我怎么健身变成在推广广啊？那大概到这边，我等一下下午就开始走景点了。在你们眼前的就是五峰旗瀑布的这叫什么第一层瀑布。我三年前来的时候它封着，现在我今天来还是封着，但是就跨越了封锁线走进来的。就还蛮壮观的是吧。温泉鱼咬脚皮，如果很不怕痒的建议就是从小只的鱼开始。像我们玩健身是啊，手的茧特别厚，其实也可以来这边。你在咬脚皮，我们咬手。好，那晚上我现在人到了罗东夜市，那接下来就是我的晚餐啦，是传说中的臭豆腐鸡肉串。那这个是冻柠茶泰式手撕鸡，看这个夸张的排队人潮。阿照伯排了快要半小时买的阿照伯羊肉汤，然后逛夜市巧遇几个有在看我影片的人，有在看我影片。鲜炒鲜奶的益丰葱油饼，排的久的要命的葱多饼。OK， 现在是9月3号早上，然后。昨天晚上的话，因为直播做500下伏地挺很早就洗睡了。那今天就看一下去哪里。现在来到宜兰一间很有名的北门绿豆沙牛奶大王，人超多的。这是我今天午餐之一，这是什么？北门绿豆沙牛奶的锅巴奶茶。超级有名的北门蒜味肉羹，排队也是超多人。哦，估计还要再等个半小时。现在人在林美步道，对，
这边是一个蛮不错用来郊游走走的地方，然后就当做有氧。有人在那边叠石头。以上就是林美步道。那其实我外出旅游就比较喜欢走到这种亲近大自然的景点吧。我反而不是反而，就是我真的不喜欢那种市区观光，我觉得那很无聊。尤其是住在台北这种地方，就是这种原始的地方越来越少。